对的。怎么了？哎，我的爸爸呢？所以你们必须把这个 fan sign 交给那边其中一个 random 的粉丝。反正是我在走红地毯嘞。我不是粉丝哎，我今天在做艺人呢。你要 send 给其中一个粉丝，送给他，送到他手上。哎，这个很不要脸哦。好有 glitter 的，你们这个很好哎。要给谁啊？我跟你说，外面很多粉丝，你随便这样放过去了哦，然后你赶快跟他说谢谢你 ，Thank you， 然后你拍照就走了。啊，还要拍照？要拍照？你够狠 ，Virus， 你真的够狠。用粉丝的电话拍、啊。哇，粉丝的、啊，用粉丝的电话。对，我这个 bot 直接给他。对，等一下不，等一下这个 bot 直接给另外一个粉丝团的人。我今天看我的 bot 一直飞来飞去，他们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。他们在 scratch 到你的名字，然后另外一人。怪怪叔，怪怪叔，哎，你们在红地毯的任务就是。要让那些粉丝喊出你们的名字，他们唱你们的名字，我觉得我们是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只要把它交给人就可以了。那个人在一个惊吓的状态，他还是可以配合你的。对，但我们要拱人家一起喊我们的名字，你觉得这个可能吗？是，而且重点是人家根本不认识我，要怎么喊我的名字？他就怪物，怪物，不会不会，所以他会叫你看他那个粉丝要穿那个名字，然后穿的啊，就是讲，比如说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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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燕尾，所以不可以，就是谢谢啊，就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要三次，我真的觉得你有问题耶，我今天穿的这么靓丽，可以的，我还要在那边你想，我要拱人家，我需要这样哎，谢谢谢谢，你要不要问一下邦姐 ，OK 吗？我要给你一个难忘的红地毯经验吗？哇，难忘的红地毯，你要不要看一下邦姐的脸现在？不是，他们开心啊，在笑啊，在压力了，在流汗了，压力。我们的比较容易，我明明就是好好的走个红地毯，是个三十秒，我可以光鲜亮丽，你摆脱我 outcast 的躯壳，然后我们赢了出来说 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今天来支持我，即便是没有没关系。我们赢了，有吗？你有粉丝团什么策略吗？没有策略，刚敢做而已。因为我们是做给就好了，对吗？还有拍照，对，我们 OK 的，他很有信心耶，这个我很担心。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们这次不能再输，我们已经2-0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 go all out， 我们顺便拿多一个 sample， 然后一起过去，然后在那边拍照。OK， 是怎样啊？我觉得我们不要想。我们可以跟你讲我的策略。OK OK， 我们去准备，我们去准备。马上就要走红地毯，我们红地毯上见。OK， 好，马上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哎，我们看一下 Base Camp 在干嘛？